这位就是咱们上林集团的千金洞洞吧？果然灵动啊！徐总的女儿果然非同一般啊！之前在西岩区，黄总可不是这么说的。好了，进入正题吧。万阳店的事儿，大家怎么看？那个店的业绩一季比一季差，都已经连续亏虚三年了。虽然亏的钱都无关紧要，但我觉得还是不如进早关了。是啊是啊，那一片的人啊，估计消费水平都太低了，可能都没什么人能买得起车。就是啊，开那店的成本不如收回来给我们销冠部门的人发点奖金。哎，你什么意思啊？什么叫给你们销冠部门的人发点奖金？我说的有错吗？邓董，你也在一线待过，你怎么看？那个店我知道，我之前也在那边的同行公司干过，但是同行的业绩都挺好的，我觉得应该跟地域没有关系。别的公司的店都能做好，但我们却做不好，我觉得应该找找自己的原因。他什么意思？是在怪我们管理不当吗？他懂个屁！就是，他懂什么？我同意洞洞的说法。啊？徐总。我们上林集团不会轻易关店，望阳店的原店长已经被我辞退了，现在望阳店急需一个能带领他们重振旗鼓的领头羊。在座的各位有主动请缨的吗？这个当什么山用，谁敢接？我看啊，就算你们销冠团队去啊，那业绩都难搞起来。那鬼地方，哪个冤大头想去他自己去。好了，本来今天就是想听听大家的想法，现在该听的我已经听到了。至于新店长，我已经有人选。谁呀？不会选我吧？哎，你觉得你去行不行？我肯定不行，不行，不行，不行。想必大家都能理解，这位新店长无论是谁，在做出业绩之前，我都不会公布。好了，就等下一季度的业绩汇报见分享吧，散会。妈妈，我刚才是不是说错话了？没有啊。啊，你真想去万阳店吗？还想接管公司？我估计他一接管公司倒闭了。嗯，好，想去就大胆的去，我的女儿肯定可以的。妈妈等你的好消息。好。